Professor Wang has published over 200 academic papers and 20 monographs, including the study on rational allocation and carrying capacity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which won the National Award for an Outstanding Book. He's supervised over 15 postdoctoral researchers, 36 PhD students, 26 master's students, and currently has a big research group running as well. So we're delighted to have you here. Hao Wang.分四个方面，首先呢，简要的介绍一下大坝的主要功能。大坝呢，一个是防洪功能，要保护生命财产的安全，利用水坝的控线呢，拦蓄洪峰，同时呢，汛期科学的调度洪水，把洪水期的资源给这个枯水期用。还要保证下游的防洪安全，减少洪灾损失。筑坝呢，可以抬高水位，集中水能，建成这个水力发电站。还有一个功能是灌溉功能，保证粮食安全。全世界灌溉面积呢？是2.71亿公顷，约占全球农业土地的18%，但是却提供了世界40%的粮食需求。在可用水资源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变化的这个地区啊，降雨变化不定的地区，通过水坝的调蓄，可以为供水提供保障。中国呢，属于大陆季风气候，70%的这个水量集中在汛期，未来需要40%的水量分配到全年使用，需要大坝来调蓄洪水，保障水资源的安全。因此，大坝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供水功能。第二方面呢，介绍一下中国对大坝的这种需求，需求之间、目标之间呢有竞争性。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煤炭的消耗占这个能耗总量的70%，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呢已经超过50%。天然气剩余的可采储量呢，才是世界人均水平的5%。中国水能资源的开发程度呢，仅仅达到31%。这些呢，都要求大力发展水电这个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目前火电啊，仍为中国的主要电力供应。占总发电量的81%。日本核电站的这个爆炸和泄漏呢，再次表明水电的能源安全保障作用。再有中国这个西南部经常发生干旱，华北地区经常发生干旱，也需要这个水电的这个大力的支持。中国2/3的这个城市缺水，660座城市里边400多座城市缺水，需要建设水库来调配分枯季的水量，增加工农业和生活的用水。以南水北调工程为核心的国家大水网建设，需要一大批水利工程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调蓄。另外还要应对气候变化对低碳清洁能源的这个需求，像这个火电的污染呢，包括酸雨啊、粉尘啊、废水啊、固体废弃物啊，
这些都需要改善，都需要水电的支持。水电的特点呢，一个是清洁的，没有污染的，一个是不用燃料的，一个是可持续的，一个没有废弃物的排放，有很多的优点。另外，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啊，也需要对水量调控啊，有一个要求。像这个中国的珠江流域，水库统一调度，确保饮水安全，流域水资源能够进行统一管理，防止海水海平面上升、咸潮上溯这些问题。这是珠江利用大坝水库调度，对这个河口地区、珠江三角洲工业区，咸水咸潮入侵的这个影响，压咸补淡。这个调水线路长1300多公里，使澳门这些地方1500万人的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再介绍一下第三部分，中国大坝建设的这个挑战。大坝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移民问题。这个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坝建设呢，对移民问题重视的还不够，这个移民的生活安置问题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在已经引起了高度的注意，今后在大坝建设的移民安全问题上呢，移民生活的幸福，保证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水平方面，正在努力做更多的工作，所谓的开发式移民。再有呢，是大坝本身的安全问题，这个地震的这个预防，对大坝抗震问题呢，中国解决的还比较好。上次四川大地震呢，这个大坝安全得到了考验，附近的几十座大坝，都安全度过了地震。对生态环境问题呢，主要大坝是对这个洄游性的鱼类啊，产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影响。其他的这个环境问题呢，还都妥善得到了解决。修建水利水电工程呢，是为了改造自然，造福人类。虽然对环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只要采取必要的对策措施呢，就能够将这种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环境保护工作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的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最后呢，简要地做一个总结，就是从未来的这个水电装机和发电量增长的趋势看呢，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水电的需求啊，十分的强劲。因此呢，还需要建设更多的大坝。水电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呢，还严重偏低。因此呢，由于中国是一个多山地的大陆季风气候，这个还需要建设一些大坝。中国的水电开发程度呢，还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正在建设一批新的大坝，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啊，把移民的问题、把生态的问题解决得更好，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各位。Thank you.
So here, if we have questions, ask, and we will get them interpreted by one of our students into Chinese directly in the room. Here. So go ahead, John. So I was wondering how ofte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a dam is also driven by the need for a reservoir of fresh water supply, not just hydropower. So repeat it into the mic, please. 在多少情况下，就是有多频繁建设大坝是由于想要储存水，而不是单纯的为了进行水力发电而建设？中国是这样子，全国大约50%的大坝集中在西南地区，这些地区呢，主要是为了水电、水力发电。 这个其他的地区建大坝，主要还是为了供水。Other questions? Please. ，除了大型集中式用水力发电之外，我还听到现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会有那些小型水力发电设施。我想听听你对这些小型发电设施的评价。小型发电设施呢，可以说对改善民生啊，有很大的好处。这个对当地少数民族地区、山区落后的农村地区。 获得清洁能源有很大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呢，就是老百姓做饭、过日子都不用再砍柴破坏植被了，用这个清洁的小水电。但是小水电有一个目前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无序开发，这个到处都在。 到处都在建设小水电，有时候这个对这个施工过程的水土保持，对这个生态的扰动，还是比较严重的。Okay. Other questions? Please. Well, it isn't a concern at the moment. In our country, we have used the backwaters and the results of our dams and changing rivers for additional commerce in the recreation and in the farming area. In the long-term planning, have they looked at how they're going to utilize the resources created by the damming for their rising middle and upper middle class? Okay, so your question is now we're using the powers for agriculture, like? In America, we have created a large commerce and a large economy based on the recreational use of the waters that are created by the dammings of the river. Yeah. This will eventually be a need in China as it moves to expand their middle and upper middle class. Have they thought at all about this, and in any of the planning? Okay. I probably need some help here because I don't think I got your question. I'm so sorry. Please. Mm-hmm. Oh, 水库有没有？因为现在有没有这种计划？因为现在的中国的中产阶级啊，或者有钱人也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也有这个这方面的考虑？中国呢，是分几种情况，像这个三峡大坝，像新安江大坝，就是浙江的千岛湖大坝，这都是超大型水库，都有几十个billion的这个库容。这些地方呢，
现在旅游呢，recreation 这方面呢搞得比较好，但是另外一些大坝，像在特别是在北方缺水地区，比如像北京的密云水库，过去呢也搞旅游，但是现在它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供水水源地，根据这个供水水源地的要求呢，就不许有游人去，也不许开餐馆排放污水，这个不许建旅馆排放这个污水，这样子情况下呢，北方的很多水库呢就没有这个旅游娱乐的功能了。这个在南方一些大水库里的，往往有这种功能，分两种情况吧。哎。Questions. I'm sorry, I apologize. And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Any more questions? Please. So my question is about rice and why China is looking specifically to develop hydroelectric power as opposed to other forms of renewable energy, given the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damming. And that's also going to encourage people to live and migrate to areas that maybe wouldn't be hospitable to, to humans living there. Okay. Like Phoenix. Okay. Quite hospitable. What is China's strategy around where they want people to concentrate and live, and why hydro is given? Is it just a price issue, or is it part of a larger strategy? Okay.他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的制定水价方面以及水价对人生活的影响，就是对于水力发电来说，我们为什么在其他的几种能源，在所有的能源形式中选择了水力发电这种能源形式，是因为它价格的优势吗？还是说其他方面的优势？而且这个水力发电，我们都知道建设大坝所带来对环境的伤害是很严重的，那政府在制定水力发电政策方面，有没有考虑到建设大坝对当地的生活，对当地人民的生活会造成的影响？就是政府会怎么样衡量，就是人民生活，然后水价，然后大的这个制定政策方面的策略？是这样，中国呢，制定水价从两个方面，来考虑最终的价格，一个从供给方面，考虑价格。过去呢，供给方面只考虑工程的投资和运行费，就形成了价格。现在呢，更多的考虑了工程整个建设的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生态成本、机会成本。这种水价呢，就是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是从这个供给侧，来考虑制定水价。另外呢，从这个需求侧来考虑水价，也就是居民的水费支出占这个总收入的比重。像这个北美、欧洲、中东这些国家呢，这个一般居民收入，水费的支出占居民收入的2.5%-3%左右。中国的水价呢还是比较低的，从需求侧来考虑呢，现在全国是0.6%，就是居民的支出的0.6%是水费。这个这样子呢，不利于中国，因为是一个水资源很短缺的国家，水费过低呢，不利于节水，不利于提高用水效率。所以呢，可以预期，现在中国有100多个城市都在积极考虑调整水价，这个水价在中国呢，未来还会上升，上升到1.5%以上。这个占居民支出的，另外呢，就是目前，中国的能源结构里边，
在中国的具体的价格体系里，这个核电、火电，和这个水电，相比起来呢，这个水电还是最经济的。对电网来说呢，这个水电也是最便宜的。核电的上网电价，就是核电厂卖给这个卖给电网的一度电呢，电网要付7毛钱人民币左右。这个火电卖给电网的一度电呢，要花4毛钱左右。水电卖给电网一度电呢，电网只要花2.4-2.5毛就够了。这个中国从这个水电建设的实践经验看呢，有这么几个问题。水电呢是非常，无论是对这个大坝的拥有者，还是对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来看呢，都是有很大好处的。这个水电是一个在中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产业，但是呢，水电建设中呢，确实有问题，主要是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移民，对水库建设的移民呢，过去照顾的不够，忽视了移民的这个生活权利，所以现在讲究开发式移民，要求水电的开发者长期的供养这些移民，不是一次性的付给他们一笔费用就完了，要长期的承担他们的生活费用，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水库的建设啊，对洄游性的鱼类，有比较大的打击。这方面呢，现在就是要加强这个过鱼设施，加强环境影响评价，这个对这个中国的高坝大库，过去学习国外的经验呢，建设鱼道让这个鱼通过，现在呢都是一些高坝大库，这个对高坝大库来说呢，单纯的鱼道不好用了，所以现在正在积极的研究过鱼的设施，拿大水箱，拿这个集鱼场，上下游都建集鱼场，然后拿大水箱把这个鱼给翻过坝，用这样的措施来处理这个事情。对。Thank you. And we're taking last question. Please. Who is driving the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as it relates to the construction? Is it provincial, i.e. local? Is it national? Or is it economic? Okay. 对于建设大坝这个政策实施来说，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地方上的呢，还是全国性的呢，还是由于出于经济效益目的考虑？大坝的环境影响方面，大坝的环境影响什么？执法的推动是当地啊，他这个大坝环境的这个执法评估呢，权力掌握在这个国家一层，由环境保护部负责，这个实行一票否决的制度，就是大坝工程的可行性报告，逐级的上报，最后呢，其中有一方面叫做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由环境保护部执行，大坝的建设申请由水利部执行。环境保护部如果不同意环境影响评价，这个大坝是修不上去的。现在呢，中国大约有30-40座非常高的大坝，目前还在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已经都有8-9年了，都上不去。哎，嗯。Thank you.